台湾有很多很优秀的年轻的人才，我们不是缺少人才，而是缺少人才可以让他发挥的舞台。其实新人刚踏入社会的时候，有的经费不一定有档期，有的档期又不一定有经费，那因此这两者之间呢，其实刚出社会就在这等待当中失去了很多的时间跟机会，所以这个计划格外珍贵，就是这是一块属于新人的部分，有两厅院的合作，所以相对它的曝光度非常好。那也很高兴今天一共有六位的新的艺术家又可以在这个舞台当中跟大家见面。年轻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梦想，那你比较难去实现，因为你觉得你的资源有限，你觉得你的金钱有限，所以我就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机会给一些年轻的艺术家有一点点的机会。毕业啊，五年内阵亡的非常厉害，因为你为了经济的缘故，你可能要去做很多你不愿意想做的事情，熬过五年能够还留在这个厂子里面的，就是将来比较会从事这个，还是很高兴看到你们站在台上了。这是一个桃花源啊，我可以认真的创作，我可以认真的思考我脑中想的东西，我可以去把这些东西慢慢慢慢的理清楚，同时看到别的创作者非常认真的创作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个专案其实提供最珍贵以及最重要的精神。我得到这个机会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新人而已，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被看见，可能是演员或者是他们是设计，他们也需要舞台，他们也需要被看见，所以我需要他们一起来跟我完成，那我也希望我能够扮演一个小小国艺会的角色，也提供他们一个舞台可以让他们被看见。刚好我们下周就是做我们舞团自己的演出，所以我非常的能够感觉到在这里做跟在自己来做所有的事情是有什么差别，那差别其实是非常的大的。我们要关注到行政上面，还有最后要担心票房上面，然后有的没的，还有宣传什么，从一开始做到现在，跟这个我可以完全专心的在我的作品上面做创作，我觉得这个差蛮多的。我们舞团自己的排练，我们去学校正常的手续程序就跟他们借用，在学生们用完的一些时段我们才能用，所以时间上面跟教室的选择上面我们就比较少，对于排练上面的使用就会都会比较麻烦。因为是这边被卡住他的脚，对对对，就坐在肩膀上。台湾编舞者要有一个创作空间，我真的觉得是比较难的。然后他有经费，但很棒，然后又有场地，有一个专门的那个制作人，就很多事情都省掉了。我觉得真的是要相信，要相信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像现在我也穷得要命，就是我现在的人生生活目标是要纳税。讲起来很好笑，可是就觉得我都那么幸运的，家人都支持了，也没有反对我干嘛，不用一个什么家庭革命，我就可以这么顺利的走在这条路上。我就觉得能做自己喜欢的事，那为什么不做？为什么要放弃？大有意，大家一定都想要进国家戏剧院哎，对啊，就觉得好像是一个里程碑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就是离开学校买票，然后外面人来看，就觉得它是一个自己至少是舞蹈生涯的小小里程碑这样子。
场跟国艺会合作专案，应该理解不轻松。虽然是一个机会，可是相对的有很大的压力。这几年新的新视野有一群年轻的朋友愿意上来挑战这件事情。这几年大家表现很棒，谢谢大家。